所以目前呢，小可四票，浩然六票，接下来就看 Mountain 喽，好不好 ？Mountain 来 ，Mountain， 好，男人的面子就靠你了。我并没有想要顾啊。不是，起码我们要奋力一搏啊！奋力一搏啊！好，我尽量努力。好，那你今天要弄的是沙拉。沙拉，对，小孩爱不爱沙拉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来问一下他们，怎么就直接做调查？好，来来来来，各位小朋友，我是高山峰叔叔。是疯子的疯吗？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蠢。然后说你是哥哥啦。我刚刚说叔叔还高哥哥，你说叔叔啦，对呀，像香蕉哥哥啊什么的。算了，我已经跳过我自我介绍这一段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夏天吃什么最好吗？猜猜看，冰沙拉。沙拉？错，不对，夏天就要吃冰。哇，好棒哦！不会吧？夏天我们不要吃热腾腾的东西，我们要吃冰，冰凉凉的。好，对，这样子你不吹冷气呢，也会觉得全身呢都非常凉爽。哇，那太棒了，好不好？喜欢吃冰吗？喜欢的举手，举手。哇，全部举手啊！好，有了钱先拿到了，在家嘛，在家吧。各位小朋友，待会冲到前面去拿我这个高山峰。高山峰叔叔制作的料理的话呢，还送爱马仕包一个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妈都想要，是不是？小朋友会抢不到，因为妈妈会下来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妈，我要亲眼看到妈妈把小孩推倒。下重本哦。好了，没有，刚刚开玩笑，可是这个。今天做了呢这个沙拉呢，里面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也许平常不敢吃的东西。所以呢我利用了一些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方法，然后让小朋友呢吃得无影无形。哎呦，那这个是最厉害的。好，胃口大开。你比刚刚小可还要再加码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是小黄瓜红萝卜他有，对不对？对，有。但山药。山药，山药小朋友也不太爱吧？山药我觉得好像日本人接受度最高。对，可是其实山药的那个营养成分很高。对，这绝对是。对对对。好，所以怎么样让他们登短廊就看这一刀了。做什么冰呢？对对，长大人。好，对对。好，这山药以外还有蛋，还有玉米粒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几样。那你要怎么做嘞？对，其实呢，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只要有一个电锅就行了。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个马铃薯，对，还有这个红萝卜，对，削洗干净，削皮切块之后，放到电锅里面去蒸，然后刚刚那个文华姐说山药其实不用蒸这么久，对对对，你只要把它皮削掉，它不就是露出白白滑滑的部分吗？对，你放到这个你有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可以去处理它哦，就是呢，你另外再用电锅蒸那个马铃薯还有红萝卜的时候呢，你另外起一锅水，对，然后呢。煮白煮蛋，带壳鸡蛋，然后呢，白煮蛋煮熟的时候，水正好在滚，对，你就把这个山药呢切成小小长条状，然后放到那个滚水里面去，穿烫一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不用放进蒸，对，不用放进电锅蒸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已经蒸好的这个是这个红萝卜，这三样东西，对，红萝卜，然后马铃薯，红萝卜，马铃薯。然后这是穿烫好的这个山药，对，然后放进去啊，因为我接下来还有用到那个玉米粒哦，玉米，所以你要一起打吗？用一起打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玉米罐头里面它有一些汤汁，然后如果你不想要把它浪费掉的话，然后这样子你刚好有点甜味，有点甜味，然后有点水分，你这样子呢就不怕你的那个机器打不动了。哦，哇，你好哇。完全珍惜每一个，好节俭哦，好厉害哦！你看我跟昌明哥一样，不简单。对对对对，我都是把它倒就好了。对，开始。好 ，OK， 完成了。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大的沙拉碗来。好，对。哦，各位小朋友，你看哦，这个颜色很漂亮哦。对呀，待会还要再加一点东西，就好像你们在画画一样。哎，我们把这个小朋友们喜欢吃的玉米，对，还有这个白煮蛋摆进去。白煮蛋整颗这样放啊？哎，整颗这样放进去，因为待会不用把它捏碎吗？不用捏碎，待会就让小朋友用那个沙拉勺。
它拌匀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把它拌匀。然后呢，这个小黄瓜，小黄瓜洗干净了之后呢，削皮，然后去掉头尾。嗯，削皮之后去掉头尾。削皮的用意是因为怕口感对小朋友不喜欢的。对，其实有那么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不晓得大家会买到的这个小黄瓜，它也许对它也许会有一些农药残留的问题，就算是用有机的。爸爸的爱心，你看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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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尽量。但是呢，其实留着皮呢，它这个颜色也会比较好看。爸爸吃，爸爸就只有这种命。爸爸干嘛吃皮？多营养素都在皮那里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多少会留一点，因为这样颜色看起来其实也蛮可爱的。对，而且你把皮削掉，小朋友看不出来它是小黄瓜。真的啊！但是你又讲啦，昌明哥，你起来端的哦。好，有了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因为呢，其实我放了山药进去，它除了这个营养成分很高之外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。哦，还有什么功能？就是代替这个美乃滋的口感。漂亮。对，因为有点粘稠的感觉。马铃薯它会那个嘛？对，所以只要加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对。哦，现在终于可以跟小朋友互动了，快去快去！对，要搅拌的举手，瑶瑶要举手。是是大家精神回来了有没有？来，赶快！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自己的汤匙，对不对？那每个人都把汤匙伸进来，帮这个叔叔把这个沙拉拌匀，好不好？哎，每这这快快的吧！来，快点快点，大家把汤匙伸进来，对，把你青菜拉丢。哎，原来要恶搞的话，我也可以，可以可以。来来来，开始开始，加油加油！耶，是不是？好不好玩？是不是？好玩哦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人生就像这个做沙拉一样。有时候不要再讲人生了，有时候欢迎，对不对？哦，没关系，都可以吃，你大概可以吃自己的手，因为你沾到沙拉。哎，这样好恐怖。好好好，你看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真的，这时候妈妈就要跳出来了。好，请把汤匙移开。好，大家都有搅拌到了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哈，是不是？那大家有搅拌，有没有想要吃吃看？哎，瑶瑶，你刚刚有没有？你刚刚有舔你的汤匙，对不对？吃了。好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点头。哎呦，哦哟，有背书喽。有一个小朋友认同，厉害喽。来，孟晨，我稍微有点安心了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是前面两位我们都以为 ending 了，但都有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，你有吗？有，因为这个沙拉我刚一开始跟小朋友们开玩笑说要吃冰的嘛，所以呢，这道沙拉做完之后，其实如果照着程序来，它在做完的这一刹那其实是温热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如果要它口感更好吃呢，注意这个啦。好，小朋友。